李轩，你别谢陈雪了，这都要跨年了，我们晚点别了吧。可以啊，那我们一起活动活动筋骨。真是活动活动筋骨，不然呢？你以为是什么样的活动？那反正不是这种又累又无聊的活动。跟我逛街很无聊吗？不无聊。无聊吗？先生，来朵玫瑰吧。想要吗？还好。但老板辛苦了一晚上，得照顾一下生意。50一朵，这么贵啊？全要了。祝你们幸福。谢谢啊。啊，谢谢沙哥。贵是贵了点，下不为例。创业阶段还是要注重投入产出比。你也知道这种东西没有投入产出比啊。那我跟你说，这花的意义是不一样的，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。这是我第一次收到玫瑰花。是吗？说你傻还真傻，这是月季。那我不管，我说是玫瑰就是玫瑰。李轩，看，时钟滴答着不停歇，我也靠着你的肩，我们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，躲开喧嚣世界，陪着我是你掌心的支点，撑起我勇敢向前，像黑夜燃起的火焰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Cause I believe I love you,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, 在你身边。我这里会有一栋楼上出现一个你熟悉的名字。什么名字？ LP。 李轩，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，有我在，你不用再浑身带刺的去对抗世界了，就像这花一样。知道了。我放弃保养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是你的底线。